女人对你没有意思，跟你在一起或图财，或打发时间，或寻找新鲜感，没有跟你长久在一起的意思。嘴上说爱你，实际上跟你不是一条心。对于爱情，她缺乏忠诚度，时常背着你跟别人眉来眼去，表面说你很好，背后常说坏话，属于那种表里不一的人。对于这种人，还是敬而远之为上。下面谈谈女人玩你的三种表现，太过分了，你不知道都难，你有遇到过吗？一，不愿意公开关系，喜欢玩地下情的不仅仅是娱乐圈的大明星们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情侣在一起却不愿意公开，美其名曰感情不稳定，不想让外界有太多的干涉，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借口而已。你还没有优秀到让他放心把你介绍给亲朋好友，他不过当你是备胎而已。二，总是找你索要礼物，索要红包，这种女人不管她多么好，多么美若天仙，你都不要爱。对于这样的女人，不要冲昏头脑，一定要冷静，好好考虑，好好想一下，她喜欢的人到底是你还是你的钱，想想你们婚后的生活。这种女人和你在一起就是因为钱，谁有钱就可以和谁谈恋爱，可以和谁结婚，没有原则，你对于她来说就是取款机，没有别的了，好好想想吧。三，平时对你爱搭不理，一有事就叫你亲爱的，平时对你冷言冷语，不是说自己想睡了，就是说自己还在忙，可一有事找你的时候，聊到三更半夜他都愿意一口一个亲爱的，把你哄得团团转。然而当他不再需要你的时候，他又会把你晾在一边，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喜欢你，和你在一起只是把你当备胎而已。